鸡毛。大哥，菜呀。多少钱啊？5毛钱，茄子吗？来。交了。别动，不是4斤1两啊，3斤9.5两啊。看你跟你那角度看，你调过来来这看。你凭啥让我转过去啊？你不得站在顾客这个角度看吗？那我站你角度看来。哎。调过来吗？哎，哎，就大妹子，你就从这个角度看，是不是3斤9两？你看都得从正面看。我凭啥从正面看？斜手跟正手不一样。正面看最准吧。对。你那边看看，大哥，我不发现，你就这么瞅。我这个角度我就看你，我不看正，就3斤9两，赶紧装。不是，没有像你这样事儿的。给打倒了，那给。别整这个，老买菜的，一打眼就知道多少，除非你这秤有毛病。哎妈，你说谁秤有毛病啊？我秤一点毛病都不得有，大哥。不是市场有公平秤，不信你到那去量量去，一点都不带差的，一两不带差的。别整的童叟无欺的事儿啊！你说多少钱？2块1毛5。你看着没？你看吧，就说就这茄子哈，一大眼看就有内伤。我换个身体强壮。不是大哥，你别换，你换身体强壮，他俩价也不一样了。怎么就不一样啊？那我该赔了，你都怎么就不一样啊？不啥一样啊？哎妈，你说我卖这一年菜的没见现，你这老爷们这太磨叽了。怎么叫磨叽？这叫游戏规则，知道不？都入了 WTTO 了，知道吗？你有你的规则，我有我的规则，知道是吧？我可没有功夫跟你玩啊，你耽误人家买菜。大哥那啥，秤高点地，不是那吵着什么玩意儿？吵着什么玩意儿？不是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也就今天命好，摊上我现在我还买茄子，过去我拎着菜筐一走往里装茄子，你知道不？你给他炒熟点，找钱。不是大哥，我不卖给你了。找钱，你想拒卖啊？告诉你这样事儿的，人家卖这年菜没见这么磨叽的。哎，赔谁？大哥，我这是查钱的，我怎么就推你呢？哎，查钱应该这样，你呸，这什么意思？这钱一天给多少个人守护，多埋的呀？那我要哎这么的，我就病从口入吗？这不正常吗？你这还是祸从口出呢，你知道吗？你呸。